宅家的第 N 天，有的人苦练厨艺，有的人瘦成一道闪电，有的人从青铜变成了王者，而我，一个业余的漫画家，终于完成了人生当中第一部漫画作品。这是一个飘着雪花的浪漫爱情故事，一切要从考试的那一天说起。下一位，036号考生桑田。孩子学了，最后这动作有点可惜。毕竟这压轴出场的孟娜是去年高中联赛的冠军，这一次最后一个录取名额，应该非她莫属了。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！我还有心愿没有完成呢，我一定要留在六叶。下一位，37号考生孟娜，孟娜。他好像没来。什么？他没来参加考试？嗯。恭喜36号考生桑田顺利通过花滑部的入学考试。听说过锦鲤女孩吗？她就是凡事都比别人幸运那么一点点。当大海冻结成镜面，闪烁着倒映你的脸，你出现完美我的冒险，写下了故事的终结。直到时间的尽头，拥抱定格的时空，细数许下的承诺，此刻正是拥有。我回家的背后温柔，只想听见你对我说爱我。身份就是在全市男生的野球场女扮男装的小三爷。对不起啊，
陕北市冰球高中联赛的比赛现场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左手边身穿红白球衣的是黔北附中，右手边身穿蓝白球衣的是六叶附中。好的，我们看到六叶附中最后一位出场的是连续三届蝉联高中联赛 MVP 的李斌。比赛还没有开始啊，已经有这种剑拔弩张之势了。这两支队伍也是今晚冠军奖杯最有力的争夺者，那么究竟花落谁家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黔北附中队长张霍首先争到球权，开始组织进攻。六叶附中迅速反应，组织起防守。我们看到六叶队长文斌好像一直没有启动啊。而黔北队长张霍得球后已经开始进攻了，张霍带球过掉文斌，文斌依旧站在原地是一动不动，他到底在想什么呢？我们看到黔北附中的其他球员也陆续越过中线，压到了六叶的半场。文斌突然动了，他快速的冲向正在持球进攻的张霍，断球了。文斌准确的挑开了张霍的球杆，抢下了球。文斌连续过人，快速突破中场。是赛场上的一匹孤狼啊！哎，这不是我的球杆啊！哇，这么名贵的球杆！哎呀，我的小桑爷啊，就差你一个人了，快上场啊！来了，快快快！哎，小心肝，等我打完比赛就带你回家。时间，文斌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依旧停留在原地啊！张霍快速带球通过了中场，文斌在奋力的回追，这球危险，这球危险啊！漂亮，文斌又一次抢断，发起反攻。文斌开始持球进攻。比赛开始进入五秒阶段，文斌奋力的挤开了黔北的夹击，比赛还有五秒钟，文斌这是准备直接射门了吗？小心肝，我跟你萍水相逢，
你就帮我打赢了这场收官之战，说明我们有缘呢。虽然我也舍不得你，但是你呢，还是要回到你的主人身边去啦。好了，抱抱。喂，把你的手拿开。你是你的东西，你就乱碰。你谁啊？我，他主人。喂，你那你说这根杆大约长多少厘米？我怎么知道？哎，那你就别打他主意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就凭这冰球杆的长度是根据运动员的身高还有所打位置决定。你连这个都不知道，你凭什么说这冰球杆是你的？其实这个杆是我们家少爷的。你说是就是。我有证据。殿下，你的杆。哎，你别冷静一下，不伤心。其实是刚才我们家少爷打球的时候不小心把你的杆给打折了，这是补偿金。怎么了？啊，够不够？够够够够，太够了！咦，少爷，球杆已经换回来了，你差不多该去树人商学院报道了。哎，我为什么要动？你怎么在女厕所？这应该是我问你吧。嘘，我跟你说，我人送称号锦鲤，一向都很幸运的，我保证10秒钟之内一定给出你解决方案，你要相信我 ，OK？ 是男的女的呀？肯定是男的呀！你怎么在这儿？出去！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不要解释，解释行不行？我。我就说她是女的吧，女孩是女生啊。姐妹们，我是个 coser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以为你是男的呢。那我们走了。混蛋！别让我碰见你。哎，你好，你看一下。多亏本经理冰雪聪明，逢凶化吉。要不然就被那个混蛋给害死。等我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，一定饶不了他。请问一下，你对于前北大学队伍是怎么想的呢？都是很可敬的对手。文斌同学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以你这次联赛中的优异成绩呢，上我们六叶体院。怎么又是他？也是我们的冠军队伍，所以你最后会怎么选择呢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文斌，你想对他们说点什么呢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采访就到这儿了啊，很感谢大家，该去树人报道了啊，谢谢大家，辛苦大家了，谢谢大家了啊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文斌哥哥，
明哥哥，我也考上了树人商学院的经管系了。蒙娜，你之前不是一直在学花滑吗？我为了和你做同学，没去参加六叶的入学考。一想想大学四年的时光都要跟你一起度过，好开心啊。文明哥哥，我们可以合张影吗？要不用我的手机吧。好。啊，原来他们是一伙的。哎，喂，这也行？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只不过是一部手机而已，他也不是故意的。王娜，下次再一起合影吧。好，我自己把手机摔碎想脱身，还装什么绅士呢？果然是朵盛世白莲花。等等，这是他的钱，那我可得赶紧花掉他。嘿嘿，小姐，你的奶茶我全都承包了。哇，甜甜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呀？这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我考上六叶了。我考上六叶了。啊，甜甜，你终于考上六叶了。太好了，等你进了六叶以后，你的奶茶我方小柔全都包了。你说的啊。我以后再也不用去那个野球场打野球了，我可以做一个漂漂亮亮彻彻底底的女孩子啦。嘿，甜甜，其实你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姐姐，为了照顾桑战那个混小子，你天天打扮成男孩子打球赚钱，辛苦了。没事啦，我们家桑战呢虽然爱打游戏，但是好在还算争气，考上了树人商学院。说到底还是我们家的基因好。对。啊，他这会儿应该已经去树人商学院报完到了吧？差不多了。那说曹操曹操到。姐，亲爱的弟弟马上就要步入大学殿堂了，所以今天必须要赴一次约，去打一场告别战。新生报到的事情就拜托你了。拜托你了。啊，手续办好了没有啊？都办妥了。哦，和院长的饭局约在明晚，到时候会转达您的问候，并且咨询关于交换生的事情。我知道了。今天呢是你大学报到的第一天，留给别人一个好印象是很重要的，尤其是留给你老师的第一印象。嗯。你这衣服的领子怎么弄脏了？哦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弄上的。你要记住，以后呢，你不仅代表你自己的脸，你还代表着我们文氏集团的脸。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。要不要跟陈敏俊打个招呼？嗨，姐姐。不必了，我去忙了。不讲了。不，什么叫不必了？我可是他亲弟弟啊，连个招呼都不打的吗？我都想着了。还有你啊，直呼其名，懂不懂得尊重舅舅啊？哎，你刚才那领子那是怎么回事啊？在他的眼里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和事。如果我不露出破绽，他会这么快挂电话吗？机智啊，这副资料。你等我一下啊。你小子开学第一天就给我找一堆事情，奖励你的。也不知道谁这么倒霉跟你一个宿舍，
只能自求多福了。不错啊，哎，行了，东西先搁这儿了啊，我回画室了。等等，你那个画室还有人光顾吗？挺多人的呀。怎么了？你好好在这儿上学吧，能被数人录取，机会难得，记得以后把作业按时发给我，我好给我妈发过去，让她还以为是我。考上了数人，哎不，加油，先走了。哎不是，哎冰冰，哎你，年轻人，奶奶，您是在叫我吗？这里除了我们俩，还有别的人吗？来，拿拿手，过来坐一会儿。啊，过来。哦，暖和暖和。嗯，谢谢奶奶。嗯，奶奶，您是不是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啊？抽一张。我不信这个的。既然不信，那随便抽一张怕什么？好吧。命运之轮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您怎么不说话啊？这怎么说呢？这人与人之间的所谓缘分吧，就好像是命运缠上的各种丝线，有的是红线，有的是白线，而你呢，缠上的是黑线。黑线？嗯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。从你缠上黑线的这一刻开始，你的命运即将逆转喽！之前所有幸运的、不幸运的，全部都会反转。奶奶，您可别咒我啊！我一向都很幸运的，朋友们都叫我锦鲤呢。锦鲤，这什么意思呀？哎，奶奶，我还有事。哦，那我也先走了，谢谢您。哎，拜拜。这锦鲤，哎。我刚才在街上遇到一个奇怪的老奶奶，非要给我算塔罗牌，还说什么命运纠缠的黑线，神神叨叨的。
怎么是他啊？冤家路窄，哼，还好我够机灵。用得倒挺快的吧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我的毛衣是不是？哦，是很潮，很前卫，今年的新款吧。温馨提示，注意保暖。哎，喂，你放开我，你干嘛？好吧，是我。我明明就把它绑在雪身上。你怎么发现的？脚印。哦，哎呀！啊哦！没想到他还长得挺帅的。毛衣，你这样叫我一身雪未免也太过分了吧！而且明明你今天也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，我俩扯平了好不好？我们之前见过吗？今天的事情你就忘了？你在女厕所还推了我一把呢，装什么失忆啊？哈哈，你就是那个女厕所的变态。你说谁变态呢？大白天明目张胆溜进女厕所的不是变态是什么？一个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，跟禽兽有什么区别？你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你别以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你的真面目。今天在六叶门口，那手机是你故意摔碎的吧？还装什么老好人？白莲花，心机鬼！啊，被我说中了吧？像你这样披着羊皮的狼，迟早有一天是会被发现。我是桑田。什么？录取资格被取消了？啊，不是，为什么呀？啊！啊！老师，我是桑田。电话里不是跟你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吗？你的资格被取消了。老师，可是现场不是已经通报过名单了吗？这不公平啊。那是专业考试，但你文化课差了一分。名单已经在官网上公示了。我求求你了，老师，你跟学校申请一下好不好？上六叶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。行了，你求我也没用。明年再来吧。上六叶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。喂，502吗？你们家着火了，快回来！
子，以后这种劣质的家用电器千万不要再用了，你看整栋房子差点就烧了，以后注意点啊。嗯。不许动，将钱交出来。陈敏君，你无不无聊啊。这不科学呀、啊、我刚刚故意把自己的声音压低，我也把自己穿成这样，你不可能认出我来的。香水，你是狗鼻子吗？你下回换个女星。哎，我说你是脸盲症吗？脸盲症正常什么也看不清楚才对啊，你怎么比谁看的都清楚啊？哦哦哦，是吧？我可是你血浓于水的亲舅舅啊，你就这么跟我嗷嗷的啊？哦，造型不错吧，记得双击么么哒。脸盲症正常什么也看不清楚才对啊。小荣，找我有事啊？甜甜，你忙什么呢？没忙什么呀。喂，姐。你们怎么在一起啊？我来小柔姐的奶茶店帮忙。帮什么忙啊？越帮越忙。喂，姐，你做饭了吗？我快要饿了。我，你想得美！我都帮你报了到了，你还想回来蹭吃蹭喝啊？我跟你说，你今天就在宿舍，不许回来。那你要是嫌我怎么办啊？喂，喂，姐，你还在吗？喂，姐，姐，你怎么了？六叶马上就要开学了，我哪有时间搭理你啊？好了，不说了，我去跟同学聚餐了，拜拜。
荆棘的路飘着雪花，眼里的光消失了，心就会害怕，忍住不哭，泪还是落下。男孩不善表达，默默跟着他步伐，穿着黑色盔甲，一路送他回家。心开始慢慢融化，不管这世界多喧哗，不管这星空多复杂，眼神定格刹那都是他，一幅幅永恒的画。就算全宇宙都崩塌，海角或天涯，他守护他直到白发。带着伤疤，布满荆棘的路飘着雪花，眼里的光消失了，心就会害怕，忍住不哭，泪还是落下。这世界多喧哗，不管这星空多复杂，眼神定格刹那都是他，一幅幅永恒的画。就算全宇宙都崩塌，海角或天涯，他守护他直到白发，渺小的伟大，做他一辈子温柔的盔甲。
我什么